那相信大家如果记得分组的话，知道我们还有最后的毕业作品，所以让我们拉满期待。我们接。谢谢谢谢毛宁、陈淑毅为我们带来的毕业作品，谢谢。那相信大家如果记得分组的话，知道我们还有最后一位舞者要登场，那他也是我们今天唯二的需要单人领衔的舞者。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的是最后一支非常完整的毕业作品，所以让我们拉满期待。哎，我干什么？好好的，先说这边吧。那个明白吗？那个是对吧？对对对对，用明白，然后给他们。这个时候我已经这样，因为就是在了不起舞社里的人更感动吧。那应该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时间，那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，很多回忆。然后我应该第一次那个离开淘汰的时候，我说的，留下这里的人，去总决赛的人是需要背负他们的那个勇气、努力、想法、感觉这样的，我说过了。然后你们的。那个作品的主题是这样的意思，对吧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点。对，也不是舞社是当然舞蹈的节目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有舞蹈的。对，舞蹈，我觉得舞蹈是人生一样，友谊、朋友呀，什么那个痛苦的时间、开心的时间，全部，这个经历是对现在的那个自己的表演、自己的舞蹈。对，所以你们的这个主题是特别特别感动，特别喜欢。